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，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九门神有真侪宝藏，怀神，你想要摕宝藏无？想要摕宝藏。安尼，你甲九门神拍招呼者。九门神，你有伫无？来啊！队长，小朋友，欢迎光临。阮遮有真侪好食的脆食物，也阁有真丰富的礼品。请问人客官，恁有需要啥物啊？有需要啥物物件？你想要食啥无？我想要食冰。你想要食冰？你想要食啥物口味的冰？拢会使。拢会使啊！你想要食啥？糖啊！糖啊！你敢爱食啥物口味的糖啊？拢会使。拢食，拢食，伊拢要食。我想要食面。你想要食面？哦，一位，你想要食啥？冰，我即摆有想要食糖啊，有要食冰的，搁想要食干面，你敢有买啊？歹势，我今仔日还袂进货，所以你明仔载才过来再货。等一下啦，还是让阮去参观一下嘛，用的啊。哦，你想要参观，还是想要摕宝藏？你想要摕啥？宝藏。想要摕宝藏，才去买干。现在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飞侠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皮套开啊！哦，赞！哎，恒星，我买脆搭呢。无你先给我提起。哦，我跟你讲哦。嘿，安那？我发现就一个所在真赞呢。真赞，都真正足赞的啊！我跟你讲，伊遐物件卖800+哦，啥物物件拢有，迄就是便利的商店。便利商店。你敢不知迄个所在？知。你拢知？我拢知啊。我是最近才发现的呢。头先我有听到，恁是对倒位来？宜兰哦、喔，听讲恁那个地名真特殊嘞，阁会使甲我介绍一下？因为阮个地形叫山丘埔啊，所以就埔啊，就叫讲埔遐轮。啊，埔遐轮啊，因为新就新埔啊，迄个山轮就新埔啊，啊埔遐就是吼，咱以早是毋该埔啊切一半，啊曝干了，通去吸水用的。哦，嘿啦，迄个叫埔遐，我阁知影有一句话哦，叫做。敢做步骑，唔惊滚水烫。唔惊滚水烫。这意思就是敢做敢担当啊，就是足勇敢的意思。安尼学起来哦，恁住伫遐，恁应该学一句话。好，安尼今仔日来考甲便利商店有关系题目，安尼应该较有信心哦。嗯。准备好了没？好啊。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台语上认同，脸阿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在因播落来之前，看要着几题，就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咱台湾的利便店哦，真正是足济，可能有几落千间啊！啊，大概要去内面的消费，嘛将近100+，你差不多拢开偌济？100+。你目百外，哇，安尼算好遐嘞，我够开，啊，参像阮这种新价的米奇，差不多一遍差不多10,000呐，哎，就差不多是安尼。所以吼，这关就是要来考恁，对这个利便店内面的商品有偌了解？行来个，加油哦！快，铁棍，铁棍。
紧嘞！别滚！好来，啊，敲我正，敲我正，你莫困去，嘿，敲我正，嘿，敲我正。开始形容。食水饺的时阵。食水饺的时阵，你睏目睭睏得看较清楚的吼。日本料理。哦，好。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是汤。会配汤未？配汤未？你讲日本料理的汤啊？汤。啊，够有无？够有无？讲较侪，好，来，继续。哦，撇棍系对，就是这个曲势，甲伊继续扣落就对了。你朋友要无啦？没有啊，叫个烧声，紧嘞！啊，烧声！凉的，啊，凉的，凉凉的，甜甜的，足甜，是做饼的吗？对，做饼的对，是做饼的对。好，哦，门那真好，来继续，甲扣落，扣落。加油！好来敲我讲，哦，就拍子，就拍子啊，袂使讲，袂使讲，你一共问，菜饼内底有诶，肠仔饼内底有诶，车辆饼，好来，过来，肠仔饼，好厉害咧，哦，真厉害，伊拢问到重点啦，赶紧，你搁等伊看，好来，肠仔会用到诶，会遐用物件，会遐吐物件诶，哦，吐物件哦。紧要一个啦，两秒，一秒，好，刷。这队哦有掌握到一挂精准的词啊，啊，就真紧就摇出来。关键，真正足关键的，咱来看麦下者，尤其是第一个题目，什么？日本料理汤，这文，你头先有想到啥吗？敢那即地敢那有受较久受过？豆油，日本料理有时嘛用豆油。因为豆油是即个嘛，哦，豆油嘛，啊，这豆酱你是毋可转袂过来？哎，对啊，味素。其实豆酱就是味素，所以咱即关就真紧就摇出来。哦，头先讲到的关键是啥？糕饼的啦，对。甲饼糕做伙，啊，佮有甚物形容？恁佮会想到啥？两块饼中的黑，我想看卖两块饼中的黑，敢有可能是这個？嘛是有可能吼，嘛是吼，嘛是有可能。但是较接看到的嘛是袂个高啦。做饼来宾的用料。做饼，说来这款实在太奇妙啊！讲到歹食，两字出来就歹食，三字出来，两秒这个答案就出来。奇怪呢，像感觉这个芹菜歹食，牙臭者。啊！芹菜，我全部。哈，做碗汤一定爱放芹菜啊。对啊。炒粿。啊，搁胖胖啊，啊，淋着汤啊，搁手骨脆脆啊。我拢调掉。你拢家己禁掉就对啊。拢禁掉。对啊。我感觉因这样的吼，可能对芹菜有感觉伊真恐怖。啊，这摆问了真好。头先是谁讲着？车轮饼，真重要嘞。啊，派，你家己有爱食无？无真爱食。白口味较好食。哦，白个口味，土豆有爱食吗？爱食。爱食。啊，有灵个口味，敢唔敢？奶油的啦。奶油好食。哦，有灵个讲袂。有灵个。有灵个，好好。啊，佮有即个即个签嘛。签嘛。你头先讲签嘛是安那形容？用在吐物件。吐物件，烘肉的时阵。啊啦，烘肉的时阵用这敢袂用？哦，咱即马来看卖，恁钓到几个题目？哇，拢总钓到五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棒，真好！安尼后一关，爱搁较加油哦。好，准备好了未？好啊！起来个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刷位。轮到谁就要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话多，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，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咪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
好，咱大家当约看卖啊，伫二便店卖了上好的物件是啥物？恁感觉咧？饼。饼。饮料。饮料。无唔对，因的收入四成全部拢是饮料，其实足悬的哦。啊，这嘛是嘛证明讲咱平常是行味就是买凉的嘛。真简单，真方便。嗯，今麦就是要来考恁，请讲出液体物件。液体物件。予恁想五秒。液体物件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咖啡。对。姑娘。水哦。水哦。多多。多多。唔对。水对，拿铁，拿铁拿铁，咖啡讲过啊，酒酒，牛丁酱，好，真好，五零，啊五零讲过啊，来好几位，柠檬酱，会使安尼酱吗？我来一直酱不落，我酱袂了。绿茶，他妈都吃，水，好，他妈都吃，好，你袂使阁吃无？好，柠檬红茶，咖啡，咖啡讲过啊，茉莉吃有哦，茉莉吃，茉莉，茉莉，茉莉吃袂使，茉莉，茉莉，葡萄酱，哎呀，哎呀。汽水，汽水哦，好。阿哥啥？阿伯。刷，我来过来做伙看嘛，到底搁有啥物，好不？哦，沙拉油啊，豆油嘛算啊。啊。嘿啊，咱食的油啊，去炒的油啊，抹的油啊。无一定是爱啉的。对啊，就无一定是啉的啦。豆油嘛是炒菜嘛用。液体啊，我讲液体，酒精嘛是啊，对不？哦。恭喜得到十四块，对吧？好，阿你当讲是摕到半个金扣扣哦，好，已经摕到半个啊。即马就是换咱来 PK 的时阵啊，我知影你呢紧张，我比你搁较紧张。因为我一讲是讲袂出来，你就赢，好不？第一步就是请问什么物件爱冰？啊，有一个标准就是无冰的派。无冰的派去，会烂去哦，准备好哦。好好好，咸来噶。咸派果汁。咸派果汁，好。鸡吧，鸡吧，鸡吧，对。好，好一个哦。哈，冷冻的水饺。会烂去。猪吧，猪吧。现捞的鱼啊。啊，牛吧，足紧的呢，真恐怖的，迄落有当叫尸体，尸体，尸体，有当叫冰，尸体，我不输呀，所以讲哦，恭喜你赢，好不？好啦好啦，第一关。你赢去啊！第二关跟我 PK， 你又赢去啊！两关咯，你赢去，恭喜你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！哇！金扣扣我摕去啊！关你就两个啊咧！嗯。啊，不过后一关，我绝对派出上困难的题目送予恁，准备接招，就过，进来噶！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。内底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着会失去两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扣扣哦。哎呦，真厉害哦，吼，两个金扣扣啊，真牛哦！我甲你讲，我即马虽然恁是住伫宜兰嘛，对不对？我即马就要带恁去宜兰的一间店。我甲你讲，迄间店无啥共款。伊可能是卖物件无同款，也是倒位无同，带恁来看卖者，好，进来噶。哇，遮奈遮尼水，敢那是一个新开的店呢？遐有一个人咧无闲，无来去借问一下。
今仔我开这间无包装商店，大部分拢无用塑胶袋啊袋，啊，希望人客来阮家买物件，就会使家己炸干啊、纸袋啊来袋盐啊、袋糖啊，就是以环保为观念。哦，原来是一间无塑胶包装的店，无怪哦，有一挂袋壳放伫透明的罐仔内，真好看呢。不过恁敢知影，袋壳除了摕来洗手、洗粉丝，阁有啥物用途呢？到底洗身躯、洗手，阁通啊创啥嘞？请白色色甲红气气，红白大车拼，听我白色色一定赢。在咧落雨天的时阵呢，这个桶树哦，较会生菇，所以放一块湿文甲地壳，放伫这个桶树内底，就袂有臭扑味，安尼知影无？哦，敢若有淡薄仔道理，啊，不过咱听看卖红吉吉安怎讲？看我红吉吉甲白色色电甲金细细，我甲你讲啦，摕这个地壳吼，啊抹伫咧这个镜的顶面吼，有这个防水的效果哦。哦，防水哦。防水地壳做安尼用哦。白色色，白色。敢若有淡薄仔道理啊？白色色，白色色哦，应该是。白色色。有啥物是白色色？怀信。有个。有诶，有诶，因为迄落桶树内面，哦，你衫真济，啊，你放一个地壳，可能就袂臭不生菇。啊，你且地壳佫有淡薄仔芳味，是毋是？有一个芳味，芳味，安尼迄土啊内面就安尼芳芳。啊，但是行诶风水，敢若嘛是有可能。风水，因为咱阮去呛水拢会迄落噗噗。咁安尼，哇！真好用哦，嘿啦，就是生菇啦。哈。啊，而且真正够一个，另外一个效果就是糖啊芳芳嘛。好，咱即马来看卖后一题。看到这么多新鲜的菜色，现炒百面好食，想到就枵鬼囡仔流嘴烂。那是讲到菜，我就想到一句话，叫做“菜塘食菜，菜卡死”。我问你敢知影，这是啥物意思呢？菜塘食菜，菜卡死，菜卡死的菜卡。哎，不然先听看嘛，白色色个红记记安怎讲？阿弥陀佛。啊？个人作业，个人担。这句话意思就是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安尼你敢有了解？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底下看阿吉吉，看阿吉吉，我先看阿吉吉啦。先去看阿吉吉，然后讲好，来阿吉吉，你先。这吼，的意思就是讲吼，这个人吼，啊，看到物件就赶紧冲去要吃，结果哦，家己假死啦。啊，比如哦，这个人吼，就着急的哦。哦。做代志较赶紧，阿派，你感觉是倒一个？不知。我阿吉吉讲是食甲饱死。哎，食甲饱死。是啦，是假死啦。假死，假死，就食。手机食手机。下到下到。你袂当看伊的身材，就讲伊食甲饱死。你安尼袂用的。但是恁阁小想看卖啊，菜塘食菜。菜卡死，对对哦。假如这是一张菜，菜场你才食，啊死在遮，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是这汤嘿啊。哦，怀信，你刚刚是倒一个？你就想讲，像讲的较有道理。嘿，较有道理。阿记记食小记记假着嘛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想小想一下就好啊。食菜像会假着。好，安尼恁就要忘记。来，小讨论一下啊！小姐，恁刚刚是白色色野手，刚刚是红记记的野手。哦，真收紧啊！撇棍，你打你头先，伊手要甲野起一歪的呢。到底你是不是就你刚刚是白色色？白色色。啊，不过恁。
大家拢想要。确定是要选红记记。红记记。讲给我一届上确定的答案。红记记。红记记啊！因真正足无确定的，敢安呢？相信骗君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剩两个小朋友啊，多两个题目咯，两个题目介绍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就是个人作业，个人担啦。哦。安尼，这个意思知影无？嗯。自作自受，自作自受。好，拢总得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可可。好，安尼看起来是有两届机会，但是敢有这尼啊好摕到宝藏？进来个！两个金箍箍，哎呦，两届机会哦！即摆有想好要选倒一个动物无？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啥物人？梅花鹿。啊，这紧就讨论出来，是安那？这上好看。这上好看，金钩嘴。美美姐，你足无尊重其他的动物嘞！你感觉哪里安尼无好看吗？哪里把金钩嘴啊？无。嗯，安尼金钩嘴啊，九号个九号嘞？九号也金派啊，金派，也把伊把生做足好个呀。啊，看起来足派啊。是哦，啊，长尾山牛嘞，真水啊。哎，恁三位嘛是真长啊。嘿啊，明仔小长嘛袂用诶，所以决定是梅花鹿。梅花鹿应该是吧，应该。哦，安尼甲手小放起，确定？确定。请起来。哇！高智的梅花鹿。颁奖。哇！你哪这准啊？谢谢。两届机会，第二机会用袂着着啊。恭喜！恁得到咱古锥竹片仔组，哎，这真正真古锥哦，有小真侪咱台湾的小食。八道窑，哎呀，八道窑。这部你今仔日参与这游戏，啊，通得到奖品，啊，真正感想啥款？真欢喜，真欢喜啊！欢喜呢，你感觉今仔日参与起来？就真好耍啊！真好耍哦。嗯。啊，排今仔日你感觉啥款？哎，真好耍。真好耍哦！啊，我知影你。歹势讲，但是你通啊尽量讲，有想要讲的无？无，好食，有是欢喜就对啊啦，就必输的啦，就必输的啦，不要紧，咱继续学台语，就会变成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